角色，你选择去崇拜谁呢？怨恨谁呢？假装热情的冷落，假装自由的枷锁，你最后成为了什么？燃烧华丽的烟火，绽放一次就足够了，奢求什么？无名之辈，我是谁？我们谁也无所谓，谁不是拼了命走到生命的结尾？也许很累，一身狼狈，也许卑微。干嘛带个小孩玩？有个小孩不挺好的吗？相当于少了一个人，四打五，不挺刺激的吗？哥，你知道吗？好久没看你打游戏了，样子还挺帅的。还不去睡，爸妈不打屁股。没关系，假期爸妈不管。这帅掉了，太可惜了，好不容易等到 Grant 上线。是啊，兔毛的，这帅难得碰上，兔毛的，兔毛的。回来了，我家小孩我会担待，各位管好自己。好说，这帅是你的人就懂了，请收下小人膝盖。你好啊，小朋友，这里是有小鱼，请大家多多关照哦。我这个 ID 名字是不是不太好啊？有点奇怪的感觉，要不要重新注册一个账号？要不下一局我去注册一个新的？保护，少说话。好，保证完成任务。所以，你真的跟他一起同学玩游戏了？当然了，他知道我不会玩，所以特别保护我，就让我一直躲在门的里面。那你约他下次了吗？还没来得及约呢，他就下线了。他肯定是看清了你实力，想把你抛一边去。闭嘴吧你！你来蹭饭的，少给我啰嗦啊！对了，我还没来得及跟他请假呢。请什么假呀？啊？嗯，我是说。我不是要去广州宣传了吗？我跟豆南说，我没法帮他看网吧了，对吧？对。哎，那你是不是下午的飞机啊？对啊。行李收拾完了没有？昨天就收拾好了。嗯。真搞不明白这孩子参加的是什么活动。我是参加一个音乐的线下活动，就是。算了算了，反正跟你说你也不懂。别炫耀，天天有外快赚。去。你要几个？两个。两个才。
要几个？两个烧饼。两个烧饼是吧？老板，来两个烧饼，8块。涨了这么多？没有啊，两年都没涨了。之前不是1.3块一个吗？看你脸不熟啊。以前和朋友常来，10年过去了，最怀念的还是这个味儿。啊。1.3块，好吃又便宜。嗯。香。爽。阿强。嗯。一会儿啊，再打包50个。50个。大哥。50个，我们接下来3天都吃这个。国强不说了吗？香，好吃，爽。我想给你们多备几个，你们想吃的时候啊，随时可以吃到。嗯，放心，跟着我，不会让你们饿肚子。我以为我们战队穷了，没钱吃饭，只能吃烧饼过日子。小米，我去打包烧饼了。来，我也去。张。哎呀，那我去挑别的口味哟。50烧饼。排队，吴翔。哦。老板，50个烧饼。好。贺龙，我在想，要不要我想办法借点钱帮帮咱们俱乐部？别。我好不容易省吃俭用，为了什么？就是为了能让你们好好的训练，而且我相信，很快就会有好的成绩。你有梦想吗？有，拿冠军。哼，你呢？我想成为这个行业的奠基石。我想让 CTF 像乒乓球一样，让更多人接受。挺有野心啊你！必须要有信心。而且啊，我觉得我们应该先拿一个世界冠军回来，这样说话才有底气。对，拿世界冠军！拿世界冠军！拿50个烧饼！50个烧饼！世界冠军！以后常来啊，谢了。好，好，老板，2个烧饼。好的。起床了，都给我起来！起床了，别睡了，几点了？啊！太阳晒屁股了，快起床，给你们买了吃的，快点！韩商言，你不要再敲了，上次你敲出一个洞，你不要让我再赔钱了。老大，你干嘛这么早叫我们啊？吃烧饼了，快点去给我洗漱去。哎，好吧。都给我打起精神来！您不是想当冠军，还是想当失败者？下次在并肩作战的时候，我一定不是猪队友了。怎么还不上线啊？还想跟你说一声再见呢。我这两天去广州，不能上线陪你玩了，回来就找你。等着我脱胎换骨吧。现在 SP 第一战队的成员已经确定了，就是这5个人。哲七，你来重点介绍一下每个人。好，要介绍 SP 第一战队，就要先从传说中的 Solo 战队开始。Solo 战队可以说是 CTF 的先驱者。队长 Solo， 真名王浩，他被誉为最佳指挥官，是最好的队长人选。
不过自从 solo 战队解散以后，他就只参与个人专案了。但是这些年他从来没有离开过中国 CTF 圈，为这个圈子做出的贡献不可估量。降神真名韩商言，也就是我们的老大，他的个人能力远超 solo， 而且他是战队一把出鞘必胜的尖刀。我们老大算是天才，天才你们知道的，脾气都不太好。而且老大粉丝好多女的，知道为什么吗？长得帅呗。对啊。Apple Dog， 真名叫爱情。Solo 战队有男女两大攻击手，一个是我们老大，一个就是爱情。Apple Dog 也算是我们队长吴白入行的启蒙人。哦，真名欧强，主防守副攻守，没有他封堵不了的漏洞。他可是当年我们老大得力的帮手。小米，真名米少飞，侧防守，可别小看他，分析运维全能，进可攻退可守，只要战术需要，没有他顶不上的位置。重点来了，现在这四个人全都在 SP 战队。Solo 是中国区负责人 ，Apple Dog 是领队兼教练，米少飞、欧强是队员 ，Following 音印和滑梯是 SP 现在的队员。我们老大当年从 Solo 战队离开以后，一直到这两年才组了我们 KK 战队。可怜的老大被抛弃了，一个人在 KK， 还要与昔日的队员们为敌呀。老大好可怜啊。就是啊。老大心里的苦谁又能知道呢？你们还没被骂够吗？这么多话。九七撤去。各位，我不相信昨日的辉煌，我只相信今天的你们。小组赛我们已经输给 SP 了，所以接下来的多普勒巅峰赛我们一定要赢，知道吗？一定要赢。穿着黑色队服的人走出来，哦，他们好像往停车场那边走了。那边吗？啊，对对，那边停车场。谢谢。啊，没事。哎，这姑娘谁啊？粉丝吧？谁的粉丝啊？消息这么灵通，居然知道我们的航班。哎，
活动都开始了，怎么不会有讯息呢？蓝莓好了吗？活动要开始了。哦，好好，谢谢啊，谢谢。小鱿鱼，你到哪儿了？活动还有一小时开始，你快点吧。叫我童年就可以，不好意思，今天飞机延误了，所以耽误时间了。要不然宣传费留给我，让大家这么久等。没事，快，还来得及。谢谢啊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大家久等了。对不起，不好意思。谢谢。快点。不好意思啊，让大家久等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飞机，我也是从上海飞过来的，今天所有飞机都延误。谢谢，谢谢大家理解。哎呀，快点啦，你还有一路，我都签一半了。这么慢，谢谢，谢谢，这么慢，大家提前点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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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喂，你这是高冷又出新境界了。不逗你啦，上一次你背单词忘得起来，答谢粉丝被人黑，忘了？怎么可能，在家里偷偷哭了两天呢。哎，你知不知道这附近有什么比赛啊？比如说什么篮球赛啊、足球赛啊，就是他们不都会有集训吗？他们在哪儿集训你知道吗？没事吧你？怎么关心起篮球赛来了？没有啊，随便问一问。哎，我老公迷的那个 CTF 大赛好像也在附近举办联赛，是吗？什么时候？今天呢？我老公是 CTF 迷，听说我做网易云音乐的宣传也在广州，特地和我一起飞来广州，就是为了看比赛。说的是3点，这会儿应该已经开始了。对啊 ，CTF 选手跟运动员一样，他们穿的都是统一的队服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我想问一下，你知不知道今天参加 CTF 联赛的，然后队服是黑色的，是什么队啊？好像是 K and K 吧，他们的队服就是黑色的。那你知道他们在哪儿吗？就在后面体育馆，早就开始了，现在都快结束了吧？哦，谢谢谢谢。怎么了？去看比赛吧。我不去了，我还要收钱呢，你去吧。估计还能赶上个尾巴。记得帮我也收一下。就是。帮我收一下。知道啦。你还行吗？没事。队长，队长去医务室帮我找个药了，已经。可是你这样不行啊。生病了。他说他胃疼的不行了。能坚持吗？没问题。好的，放心吧。能坚持就坚持，赛场如战场。我觉得，要不让替补上算了。找什么替补啊？我七炫是用找替补的人吗？我就算疼死，也要疼死在赛场上。别硬撑啊！我让，要不去医院吧，好吧？啊？看着你的。你放心吧，我会看着他。我也联络了医生了。
些票。票？在哪买票啊？现在已经停止售票了。买不到了。小姑娘，小姑娘，要票吗？我这有，便宜给你。你是黄牛吧？是啊，怎么着？还怕买到假票不成？放心，我就在这儿卖给你，你可以当着检票员的面付我钱。嗯，不用了，我从来不买黄牛票，谢谢。姐姐，我想问一下，现在网上还有没有电子票，或者您有没有多余的票啊？我现在就可以买，我把钱给您行吗？这样吧，您要不在这儿等等，没准啊会有人来退票。这不是，现在比赛都已经比到这时候了，肯定没人退票了。拜托。小姑娘，这你真的喜欢 KK 的队员，在这边上车。嗯，去安排吧。真的，让我进去见眼 Grant 吧。球也没有一空，真的，我这里不能拜托了。你是 KK 的粉丝啊？嗯，我喜欢 Grant。Grant， 你喜欢他啊？嗯，你认识他吗？你也是 ZTF 选手吗？不是，我是工作人员。当选手是以前的事了，我退役了。对了，比赛马上就结束了，你还要进去吗？嗯，哪怕只能看古龙他一眼都可以。你好，我可以带这个小姑娘进去吗？就当她是我们 SP 俱乐部的嘉宾。这样可以的，小姑娘运气真好，快进去吧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太谢谢了。嗯，我就只能带你到这儿了。你待会儿从前边的那个通道进去，然后右转，自己找一个位置坐下吧。谢谢谢谢，今天太谢谢了。不客气，赶快去吧 ，KK 的比赛马上就完了。行，那我就不跟你说了，谢谢，再见。再见。KK 这边呢，已经是顺利渗透进来一组服务器，弓箭手是97和 Demo， 两个人的话配合是相当的默契，漏洞已经全部渗透完毕了。网络攻防大赛最大的魅力呢，就是技术的实战性。参赛选手会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攻击并渗透进入对方的主机系统，同时要对自己的主机系统不断的进行安全防护，攻防之间彰显网络高手魅力。带他们进去吃点好的。好。他发现我了，我该怎么开口啊？特意来看比赛。你男朋友呢？和你一起看网吧那个，没来啊？不记得我了。看来我是吓到他了。别怕，纯粹就是跟你打个招呼，不记得算了，慢慢看。我记得你，上次网吧。我应该跟他说些什么才好呢？下网吧你中奖了。哦，对，中奖了。哎，大魔头和一个妹子在聊天，老大还认识妹子啊？莫非？哎，这不是机场那个吗？是啊，这难道是老大的女人？我就说，老大肯定有一个非常爱吃做大嫂，不招女生就算了，连咱们领队都是已婚，业内奇葩啊！其实，
么手这么快就松了？哎，你们三个副手的下场是不是？没有。说什么中奖啊？老子被驴给踢了吧！怎么样了？他一下场，整个人就瘫了。没事，给我倒杯热水就行，不用找医生。你死在广州可不算工伤啊，老大，我都这样了。你就别玩火了，戴梦，快去倒热水，快！啊！我觉得状况特别不好。他从早晨就开始吐，吐到肚子里什么东西都没有了，还在吐，整个人非常虚弱，这是胃出血的症状。你找的医生护士呢？应该在路上了，我去看看。打得还可以吧 ？KKA 战队，他因为主力成员比较多，那对面的那个战队的话，还是在把控上有点紧缺，对不对？不好意思，我想问一下，哎，刚刚左边的这个战队就是 KK 战队，他们是个怎么样的战队啊？厉害 ！KK 啊，国内两大顶级俱乐部之一。这个老板啊，刚从国外回来组 KK 战队的中国分部，立刻横扫所有的队伍。目前好像除了 SP， 其他都怕他。里面有一个队员叫做 Grant， 你们认识吗 ？Grant， 他怎么样 ？Grant 当然厉害了，他可是 KK 战队主力成员之一。你说厉害不厉害？我。就是为了他，特地从苏州过来的，是吧？是吗？那他们待会儿还回来吗？回来了，刚赢的双败赛已经撤了，撤了就不回来了。当然，他们一般啊，打完这比赛就直接回酒店了。我们是在这等下一场比赛开始。谢谢你们啊，不客气，没事，客气。所以我觉得还差那么一点点，可能是吧。听说的话，今天国王特胃绞痛，居然还坚持了上午的整场比赛，居然还赢了。哎，我想问一下，你刚才说什么？国王特胃绞痛？对。哎，你这干嘛的？哎，出去！不是，保安大哥，我刚刚在里面看比赛，我才出来一分钟，我再进去，我马上出来。可以的，只要出来了，票就作废了，不可以重复进入的。我把我行李给您放在这儿，好不好？不行，我马上出来。赶紧走！保安大哥，我拜托您了，我喜欢 Grant， 我听说他胃绞痛，您让我进去看一眼吧。他胃绞痛，他和你有什么关系啊？赶紧走，还别在这捣乱了。东西落里面了，我继续拿。东西不是在这吗？你别忽悠我了，赶紧走，别捣乱了。你干什么？为什么要这样推人家？哪有啊，我这是在工作。一二三四五六，都看到你推了。赶紧走。你是不是也很喜欢 Grant？ 这个是我做的灯牌。送给你，谢谢啊！我们下次再一起去看比赛，不要理他。好，拜拜。别捣乱了，赶紧走。
谢谢，辛苦你们了，辛苦了。记得一定要让他按时吃药。我一定要让他按时吃药，放心吧。你按时吃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哎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刚才下去的时候看见你了。啊。你和我老大在一起。他在说韩商言，虽然你们很低调，但还是被我看见了。你肯定是来找我们老大的吧？哦，对。那我们老大肯定也等着你呢。哎，快快进来。我可以吗？可以。谢谢。哎，老大没有给你准备工作牌吗？给我准备，这不合适吧？那有什么呀？老大太不地道了。该给你工作牌的，哎，不过他就这样，一有比赛什么都不顾了。嗯，不用，你们比赛我还是花钱买票来支持你们比较好。哎，你等一下，我给你问一下啊。夏豪，哎，老大呢？不知道，老大刚刚不是还在这吗？哎，外面那个姑娘谁啊？好漂亮。是啊。大嫂。大嫂。哦，我都没认出来。你让她进来坐。进来等吧。哦，谢谢。热水还喝吗 ？Grant， 你好，我不是有意要打扰你的，我刚刚其实都已经出去了，然后我听外面的工作人员说你胃疼，我就想回来看看你胃怎么样了，没事了吧？你谁啊？我才想问你是谁好吗？这，他叫 Grant。Grant， 他是大嫂。Hold on。这什么情况？到底谁胃出血啊？刚才大嫂在外面，我就把他带进来了。他在外面等你，你不知道吧？你怎么不给他工作牌啊？太不贴心了。你管他叫什么？大嫂啊。他为什么叫你大嫂？不知道啊。你认识他？认识。说实话。真的啊。老大，我都胃疼了，就别逼我了。你认识他？不认识啊。够了 ，I'm listening。那彤彤这大嫂还挺听话的呀，是他说出去就中了。It's my job。I got it。都是豆奶那个万年不靠谱的，竟然张冠李戴的给错了名字，叫 Grant 的明明是那个戴眼镜的娘娘腔，根本就不是他嘛。我问你。整个 KK 你还认识谁除了我？没有了。所以整个比赛会场你只认识我。嗯。所以你是来找我的？难道要说我前几天对你一见钟情，上午又在机场看到你，立刻兴奋地满世界找你的消息，从展览馆一直追到了 CTF 赛场吗？当然不行。不是，我不是来找你的。那就奇怪了，你只认识我却不找我，为什么非要进入 KK 的休息区，而且手上还拿了一个 Grant 的灯牌？误会，
真的都是误会。我就是今天不小心知道你没有比赛，路过就想着看看热闹。不小心看个热闹。嗯。你坐飞机千里迢迢的过来，路过比赛会场觉得好玩，于是买了一张票进来看个热闹。忽然听说一个叫 Grant 的选手胃绞痛，你觉得这个倒霉鬼好可怜呀，于是就进入 KK 的休息室想看看这个倒霉鬼。哦对了，忘了说，这个倒霉鬼你还不认识。如果我说我真的不认识他，我今天才认识他的，你会不会觉得我在狡辩？你还知道在狡辩？说实话，那如果我说我认错人了，他是不是就会把我赶出去？我好想多了解他一点啊。有问题想问我？可以问你问题吗？有来有往吗？那你也是职业选手吗？我不算。那他们为什么叫你老大？这个问题我从来没跟外行说过。哎，你去跟老大说吗？他们打比赛，我管他们的吃穿住行。那我知道了，这个就很像会展的策划一样，对吗？组织所有的来宾吃穿住行，还要负责他们所有的流程，那你一定很辛苦吧？这么一说也差不多。那我还。那个老大，你们聊差不多了吗？有事儿？没有，就他们说饿了。对，饿了。让大家先上车。啊。小七。一会儿先带外面的小孩回酒店。啊，收到。喂，老大，都是九七逼我的，我什么都没听见，真的。去找领队，跟他说我找他有事儿。哦，好。兄弟们，走，上车吃饭了。大嫂，箱子我帮你拿了，走吧。不，我自己来就行了。客气什么，帮你拿，快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走哪儿去啊？吃饭啊。啊？吃什么饭？老大让我带你上车，回去吃庆功宴。我也要去吗？当然了，迟早跟我们见面的，走吧。嗯。哎呀，不用怕，我们很好相处的，走吧。我想问一下，是韩商言让我去的吗？那当然了，老大特地吩咐的，带你去，走吧。好。韩商言，你说你女朋友来了？扯淡。对了，问你个事儿 ，Grant 是不是交女朋友了？他的感情生活挺复杂的，我也说不好。一会儿有，一会儿没有的，神神秘秘的。人家姑娘找上门来了。不会吧？估计是情债。小姑娘为了保护他，一句实话都不说。我问了半天，一句有用的都没有。他怕你，肯定不会承认。怕我，让我背黑锅。背什么黑锅啊？九七管他叫大嫂。大嫂？还说是我老婆。这也太离谱了。
小孩的破事私下处理。所以我很感恩也很感激，当然我们这个行业还很年轻，我们会在不断的摸索中继续完善，希望 CTF 越来越好。谢谢。谢谢，讲得非常好，谢谢 Solo 接受我们的采访，也谢谢大家专程来到这里，辛苦了。谢谢大家，辛苦了。哦，对了， Grant 的胃总出毛病，这也不是个办法，有空带他去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吧。好，你这个人呀，表面凶巴巴的，背地里关心，你这个老大连好人都不会做。好人留给你做不好吗？当然好啊。哦，还有啊，这帮孩子的菜单你平时也把关一下， Grant 就是个前车之鉴，好好养一下他们的胃。明白。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另外，除了周一到周五的正式训练之外，周六周日让他们必须给我休假，哪怕去看看书，结伴出去打打球，看看电影都行，不要一直在紧张的比赛情绪里，对他们不好。他们早已经每个人都训练得多才多艺了，还有吗？你这个队员的妈，别闹。那我走了。这么着急走？我着急看人啊。看谁？天上掉下来的美大嫂。你先把孩子们送上车，让他们回酒店吃饭。那个主办方的向总说找我们有事儿，你一会儿跟我去一趟。好。是幸福真